自变鬼，自变鬼同食粪鬼好多时两者都会被人捞乱，因为佢哋两者都系会以人嘅粪便做佢哋嘅食粮。唔同嘅地方，食粪鬼可以专门食实体嘅粪便，而自变鬼唔同嘅地方，取其于自变呢两个字。所谓自，即系自后嘅意思，佢哋系会等候机会。慢慢咁样等待人排出粪便嘅时候，佢就会乘机吸取大便之中最新鲜嘅热气，而呢一种热气先至系佢哋主要嘅食粮。反为实体嘅大便，佢哋就唔多抠啦。所以佢哋称为自便鬼，就系因为佢哋一定要苦苦咁样耐心等候人排便嘅一瞬之间，因为当大便排咗出嚟之后，热气好快就会消散，到时佢哋只会有得睇而冇得食。其实自便鬼除咗佢哋要食呢个大便嘅热气之外，佢哋有另外嘅悲惨嘅一面。佢哋全身都会无端端咁样着火，当被火烧着嘅时候，佢哋只有一路奔走，一路发出哀嚎嘅声音。呢一种自便鬼生前多数都是一些骗财的骗徒，亦有一些是生前勒索、打劫等等行为的罪人，他们就会受到这种恶报。这种自变鬼当他们离开轨道再做人的时候，都不会有幸福的生活，他们会遭遇到厄难和灾祸，痛苦一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免费订阅我以下两条频道，以灵异传说为主题的鬼古王阿煲频道，同埋以生活百科为主题的阿煲探路频道。订阅是免费的，以下是煲 TV 为大家推介的两部影片。